你有看过80岁只看韩剧活蹦乱跳的奶奶吗？没错，她就是我奶奶。以下就是我奶奶布置的后花园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我奶奶布置的成果吧。现在的花花草草好像因为有阳光，所以颜色特别的漂亮。而且啊，现在晒衣服特别的快干，在晚上收被子枕头的时候，都还可以闻到浓浓的太阳的味道，非常香。然后现在奶奶浇花的方式也换了，都用喷水壶，所以地板也不会积水了。每天来后花园沐浴阳光，变成很快乐的事。洗尽铅华，归来仍是少女。这是我奶奶的后花园，希望大家看完也能感受到一份阳光与绿意。